尤其是国华街这一条哦，蚵仔煎啊、春卷啊、挂包啦、啊、牛肉汤啊，就拢就有名的，货真价实的啦，要拢卖头工减料啦。这几年啊，这个观光客有没有说越来越多啊？有。对我们做生意的比较好，蛮适合的啊，因为台湾很少古迹这么密集，然后美食这么密集的地方。